不要，我们来猜拳，我们来同时使用猜拳。你在那边，我猜拳吗？可是我好像把猜拳换掉，等一那下我看一你下。给他换回来。好。小勇，你有猜拳吗？应该是这个吧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同时一起，再一哦。次哦。有时候不，哈哈，哈输，慢出还输，笨蛋。三个人一起啊，三个人一起拿剪刀石头，头部。好，等一嘿，下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们输两了。个输了，好，换我们两个吹。好，阿红，等一下，剪好，剪刀石刀石头布，布是嘿嘿，什我么出布？布，布是哎，什干么？平手再一好，次，平手好，等一下我过来一点，我觉得我一直好黑哦。对吧？好，这里，剪刀剪石刀头石布。头布，石头哎呀，又平石头手，哎呦，平完蛋手，完蛋再一完次，搓完蛋搓一下了，手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所以要怎么这种等一下摸一下耳朵，剪刀好，等一下等一石下，我头，准备一开玩下，笑。等一下，开玩笑一下，开玩笑一下，我们热好，身一下，来了，准备来了，我也要，我也剪刀，等一下你等一下，剪刀要，好，剪石刀头布，石头布，干，我赢了，嘿嘿嘿，打菜鸡，妈的，干，派那么多手，派对，烂，而且都主要要是这样子。戴这个帽哦，子超嘲讽的，超我级要一嘲直这样。讽，哦。我好了。哦，好走。今天这一关是美国历史博物馆，那我们就徒步过去。哇，你很凶哎，你很像俄罗斯女兵，那种很凶帅悍，哦！帅吼，然后就躲在最后面，你怎么知 道？看你这个就是要站在最前面的，妈的！啊，你看，你等下，给你站最前面。哎哦，哎，我们来玩一个新的游戏，我们每次你为什么出，不搜刮这个箱子？我们每次出任务前就要来制猜定拳一下，谁要在哪一个位置，谁都是打前，整场打前锋，谁就是整场走后面。太棒了，我要去当20战警了。快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下一个任务要怎么分配。啊，另外两个就是中间。快，谁自愿要走前面？可是已经有人走前面去打架了。对啊，那就你了，不是吗？好你不是吧，你不是。那超过我的人，对啊，明天都要请我喝咖啡。更 好，更来，从现在开始。我好像请不到哎、欸。哇，没关太系啊，棒了！你就大把，家没采有用啊，我地会理位发的。置。你给我哦，送对，过来。你给我过来！哎 有人超过我。哎，超过了吗？哎，没有，在你旁边哦。哎，没平有的，平事的。哦，哎，是的。那还蛮好玩的。那我要往这个方向走。等一下，我先捡这个装备。那谁要走最后面？就是不是最后一个？殿后往后面看。拿盾的那个走最后面吧。好，AB。对，然后结果那个盾都在挡前面的子弹，没有挡后面的，真看棒。盾怎么可以走最后面？你在妈，想那个什盾，么？那个盾是搞错重点。把火力压制，停一下，你们给他太大压力了。那个拿盾的冲前面了。我靠！啊，走了走了，这边。那边，走，来带我，我会迷路。那你就走第二个啊。那小用就跟阿老，想用老样子啊。小用就是殿后，不然你会脑充。好，很好，你就是永远的殿后小队长。你每一集不都是然你在只最会后脑面，充。因为你这样就不会脑充。可以吗？然后把无人机丢在不可 AB 以。身上了。熬夜。那没有人，我们就散步啊。你没有 get 到，我知道哦。我他听不到，我戴耳机。后面有人，
哇，对面也打激战，机动战士钢弹，你怎么够这样？什么？你们两个要请我喝咖啡？<笑>可以放你的机枪塔。<笑>瞬间跑回来。好好笑，你们的动作超好笑的。 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啊！你这个那么胖，但你哪的我胖？你一个担担面，你妈你站在原地不动，你说我胖？哎，这边有一个安全区未解锁，是什么？哦，我们到这个边界了啦。发现东区广场，我们到了东区，离开了北大陆。别到东区了，注意哦。 跳过去，跳过去，离开东区去光复路。前面要北上还是南下？啊，你要买东西哦。啊？你不知道东区买东西哦？<笑>这里也是东区，我们现在玩的这个地方。东区，东区，不要。<笑>东区<笑>那个时候超洗脑的。啊，那个这种每天都在听，我的天。下面有人呢，来，我们绕过去，绕过去扁。 他直接自动下去炸塔后修。碎碎碎，后面好像有哎、欸。给他保护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在算你们前面还是下面啊？我好棒，我直接跳下来。没有关系，是这种混合式的地形，可以接受，可以谅解。好，走了，爬上去吧。哈哈，再来捡武器。那我跳下来干嘛的？再来捡武器啊，干！ 哦，那个箱子我没有捡到，我再掉下去一次。盖<笑>，什么箱子？这个。啊。地图真的好大。对啊，而且它做的很漂亮。我真，你们还没有上线，我又拍了一堆照片。哦。那随便每个路口都可以拍的很好看。Hostile control point identified. 这里有一个据点，顺便占领吗？我看一下还有多大。<笑>好，我们顺便占这个点吗？还是啊，我们先抓主线，我们要专心。这个点打完主线再来。前面有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人呢、欸。管他补血。 他不屑，根本不敢。对面还有一个。哎呦，看这个垃圾桶不给我躲。右边。 叫我把叫魂了，干你叫那么大声，把腿给舔。帮阿红补血。你弟在玩什么？听起来很好玩。天命。<笑>他很爱天命。干他天命好几千小时。这次问都是天命。都他好像只有这款游戏。来，我需要你们三个人来投票。 请问要直接进去主线的，说好，然后如果要去打那边那个据点的，说不好。哪个据点？右边那个据点。要打吗？都可以啊，反正就烂命一条，够。好好好好。等一下，据点在这里。<笑>哦，我走错了哦，好抱歉。靠北，你们是要先打主线，先打据点，靠北。我没有存错啊。 啊，那是主线呢、啊？啊，据点不是这边呢、啊？对啊，据点啊。控制点哦。你刚刚冲到主线。哦，这边好废墟哦。好，我们想办法进去。哦，干这是哦，干妈，我等下要被火力压制。这里。哦。嗯，懂了。
要进地下室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好像上，我记得上面地下室，我先下去。来，拿起你们的近战武器。近战武器，我没有近战武器，只有这一把而已。没有那个超屌散弹。妈，好黑啊！干妈的，操！你会怕啊？我不行了，大概你弟说不行了，干。好，我走，我走。蛋蛋，你要走前面，不然等下我说我超过你干。对啊，你要请我喝咖啡。干，不帮你。我们看你看。啊，请你喝咖啡就喝咖啡。下个月可以拍一堆僵尸照片，开心开心。没有关系啊，不要那么认真。没有关系。那 Abby 跟小杨，你们去右边，我跟阿红走左边。哦，好，我换位置。好。哦，是电梯哦。阿红，我们阿红，你从左边这边上去。那边有个黄色的，哎，上面有敌人啊，要先开干吗？哎，干嘛？没有饮料可以喝哎，我操！等一下，等阿红，哎，阿红，那你就往前走好了，我从这边上面掩护你。哦，好，那我丢手榴弹，然后爆炸就开始。阿红，不要太快哦。好。艾比跟小勇，你们就慢慢往前推。等阿红补血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可以补，你不用理我。没有啊，我无人机是帮他补的啊。他那个无人机可以定身，还蛮屌的，可以跟随。好啊，注意啦。终于出来了，妈的死光头！啊，看见旁边有一只草。哦，炸死！我靠，一群一群来了。我帮你打。后面哦 ，AB 后面 ，AB 后面 ，AB 后面，你的卡层哦，有金色的，有金色的，有金色的。我在帮你们打了。我的卡层。你有人救 AB 吗？有。好，我在帮你打。哎呀，后面还是有人。Kevin 去救他，我帮你看。走到延后去的。往后走，你往后走。好嘞。我帮你看。我来了。哇塞！哇靠！我看起来在失火了耶。差点烧到我。干你脑鸡巴！挂了。呼叫友军。啊！我妈后面来一堆，干！先返回，返回，返回，返回。啊！发信号弹，超帅。Reinforcements incoming。哎呦 ，Abby 上来 ，Abby 上来。等我一下啊！啊！不行不行！啊！我挂，干！啊！靠药。干你老老干你老爷！咱卖通有没有用？他妈的！哇！哎，好像有用，干！右边上来了。他不给我在这里重生。我先去重生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可是我会找，会不会找不到路？不会。
你就按标记啊，他头上会有那个袋子。OK OK。很激烈、欸。好可怕哦！我一复活，然后前面站了两个人盯着我看。很好啊，点他。真可怕。我怕你妈的手榴弹，操你！外面有风沙，大红小心！死了死了死了！啊、哦，打赢了！我还没到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们有补给师。Supply room access。哦，他妈的！哦，哎、欸，我升的了，所以哦。Okay.你有升到、哦、躺着升，躺着升，躺着升真好。啊，你躺着升的真好。来这边有补给室，啊、这里。补给箱，补给箱，补给箱。随便啦。哦。不要追着我啦！干！要死掉了啦！好凶、哦。哎呦，帽子不是帽子，衣服，围裙。围巾 ，I don't know， 这里还有超大箱子，哇，散弹枪，呼吸，不能我，哎、欸，你要你先拿，我在那拿了，是啊、喔，那我就帮你们开一下好了，我在这边等 AB， 好吧，我们可以了，出发吧，你进得来吗？对啊，他在瞧视角，而且从往前看，然后再把腰杆往右推，好不然后看到你的方向。你这样讲那变态。对啊，你是变态。对不起，后路阿红都你啦。阿红，为什么现在小熊这么色？敢告我鼻子？越来越色。对啊，妈的，阿红都是本来就色。谢谢。他本来就色，有些装备没有拿到。我、哦、你可是我们的红师傅。对啊，红司机。对，红司机。看看我们的红家拳法。你都好了吗？好，好了。好，那跟我走吧。我们从这边上去。我记得这边好像可以上去。我就忘记了，好吧，那我们从这边。Go！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上去的，应该不是这个水道。我刚刚来是从后面来的。哦。我觉得你要走出去了，现在是要走出去。等一下哦，好，后面比较好，好走吧。哦，视野好多了。Priority item detected。嗯，这里有一幅画、啊，收集要素。然后我突然思考一下，我最近好像射击游戏是玩特别多。还好吧。啊，对啊，联名你就每天都在玩。因为我是连魔物猎人都在拿远程武器，所以完全、好像最近都在射哎、欸，好奇怪了。最近都在射。啊，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，这边是另一条。出现在这里，走歪了。好，我喝一口水。
等一下。那喝一口茶。啊，外卡通。喝口茶。免惊啦。好，我们到了，走吧。那个拥有脑充了。啊，我哪有脑充？我是看到面敌人。你才脑充。好，打吧，直接打吧，我不知道这边要怎么办。你先去的啦，我等接你。你要说什么东西啊？嗯、我妈妈有煮汤啊，叫我喝。哦。你好可爱。哦，干，里面爆炸欸！我进外面还有一只，啊，那是外面，那不要理他。走吧，进去吧。开战呢！A B 一走过来，直接把我的视线挡住。A B， 你拿着盾牌就不要站在岩壁前面了。我直接看不到敌人。从每一个步游戏都是在挡敌人的视角。你看我们红哥走到好前面哦，真棒。阿红，你怎么跑了？阿红，他要喝咖啡了。我明天请你喝咖啡。我明天请你喝。明天请你喝咖啡。当我走错路了，是不是？你们，我明天请，我明天请你喝。好笑，刚我走错路了。对，奇怪，我路上，一路上都没，对，一路上都没有人打我。对，因为你路上的人都被我们杀光了。都在乱，你在脑充，还敢说小庸？他今天一直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来上班就一直跟我抱怨说，哎，昨天那个小庸都一直脑充，呵呵，干。然后结果他现在自己脑充。哎，不是重点是我整条路我没有半个人呢。呵呵，那你是不是脑充？呵呵呵呵，我冲你妹啊！你脑充，充有病。这边坐电梯，使用小键盘。不不哔不，哔哔不不哔不。哇，这边是什么？好酷哦！哇，林肯嘞，射他！这不是林肯。等下，他们发现我，靠北，抱歉。你在乱。够吧！节目效果，干我耳鸣的啦！我也是耳鸣的，你会听不到。机枪台要这样放才打到的。制高点！妈的，射爆你脚趾！你这个名字射他头，他脚趾长在头上。我刚刚是射他脚趾。太屌了！你就跟你他，你现在打到他脚趾。对啊，踩脚趾。小儿童小朋友才踩脚趾啊！自己脚趾被踩爆。绕一下，那边绕一绕，看有没有什么好康的。那我捡不到我的机枪台，我只能摧毁它，这是缺点。那我在这里。哦，你在我前面，马上被我抓包。你不是说要？不是说要？那个，等一下，阿红，还在？怎么了？你刚刚那个石像后面有藏宝箱啊？哦，我没有看到。哦，好走。你看 A 饼走太快了 ，A 饼在脑充，还敢一直说小庸哦。今天一上班也是一直跟我抱怨，哦，那个小庸怎么会脑充？
为什么他也是他？啊、我们今天，每个人都在跟我抱怨，你们都在私底下讲我坏话吗？没错，对，哦，太可恶了。你想的最糟的那个都是真的。还有想说今天皮绷的那么紧，结果都是白绷紧的，妈的！都是因为我们在说你坏话，好可怕、啊，好可怜啊！这样算一种职场霸凌吗？我是不知道，算吗？问一下老老，问一下老大好了。哎、欸，这算吗？干，直接被喝汤。帮我评断一下，这个算吗？啊？哇，蒸汽火车哎、欸！他会说你我等你等我等下打给打电话给他们，有谁名单给我 ？QQ 汤马士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上去。A B， 哎、欸、这哎、欸、上来汤马士小火车的这个屁股这里有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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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子弹列车有很多汤马士小火车的梗。干，我是要去追一下汤马士小火车。没有没有，他里面会把他讲的超级详细，你根本就没有看过汤马士小火车，他也可以把他講你也知道他讲，他可以让你知道里面的所有人是谁，超屌。够逼。因为里面有一个杀手超爱汤马士小火车，他觉得汤马士小火车教他怎么认识人。啊？哇，这边好酷、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多人。喂，蹦蹦蹦！出来！好的，我出去。他直接爆飞！哇，你看这面墙壁是什么？好酷哦！东京街头啊，东京是东京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打这个人，我等一下再转头看。亡命关头吧。哎、欸，是耶，他的车窗是可以破坏的，好酷哦、喔。好的、啊，那有太有细节。对他车窗是难得可以完全碎掉的，会有一枪一枪慢慢破、啊。太多人了。会吗？我看。棒哦，这个炸弹超棒的！哦，他们的炸弹也很棒。打他！我想办法绕过去，冲！冲一波 ，cover 我！我以火力压制他们。必须压！我压死一个了。对。呀！哎呦！哦，先打那个医护兵。Fuck you！ 他们是不是变强了？他们没有像外面刚刚那些哈伊娜一样那么神经病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我们随着我们等级越高，他们的难度也越高。因为我是说，他们是不是看起来像另一个帮派的人？感觉好像都是光头干，都是光头，对啊，都是光头。每一个都有 family， 啊，每个都有家人。当然，每个人当然都有家人。靠北，这是什么西部牛仔？我觉得他们是在讲亡命关头。都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们一起看 family 的电影，然后跟 family 吃饭呢。我们一起看，然后还没有字幕，操！啊，就人是他妈字幕原来是我们没开，干干那个，超好笑的。然后从头讲到尾，讲到干你俩快演完再看。
我们在开字幕，干你超好玩的。然后字幕之后最后一个妈的，他妈他们妈的车子开到外太空，然后妈的终于有字幕。我说哎，为什么他们要打架？他们刚刚不是是好朋友吗？嗯。哇，你们两个都不找掩护的，很猛。因为机枪找掩护可能是。对对对，我一直忘记你是机。我拿机枪啊。你们三个都是机枪。好爽、啊！因为我一个是近距武器，没有啊，我在拿天机枪，一样，子弹都很多。没有啊，他31发而已，那有多？还好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装备，我想要看有没有点放的。越暗的地方有越亮。雅加媒体，哎，对，好棒哦，好棒！有人会接我这句话，然后两次，对，两次，两次，对，给我两次，妈的！地方月亮，什么雅加媒体影音数位什么广告？哎、欸，这边很酷，这边要打越战，然后就直接跳出那个微笑宝宝，对，进进进进进，对对对。Vietnam War， 你们看这边。来，各位小朋友集合，那个手牵着手。啊，那个没有其他小朋友可以一起牵的，你可以牵老师来。我可以牵我的。不可以。无人机。啊？它是宠物。那无人机牵给你牵。好。那你们两个，那你们谁会？谁会被落单？好，那让我把无人机都给落单的那个好了。这里很酷哎、欸。走。你走第一个，好了吗？真的吗？冲啊！走第一个。你走第一个，不能挂，是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有金色的东西。嗯。哦，钥匙。这里，我、哦、欣赏一下。我把无人机丢在护跟啊，无人机爆了，哎、欸，还没哎干、欸！前面哦。怎么样？我们要怎么做，队长？前面很多敌人，杀！哦，我被发现了。我干，那队长你喊杀，就你没有动啊，干杀。那是我们的工作啊。我是负责发号施令的、啊。哦，我靠，前面有大炮，队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队长，我们队长阵，对，我队长阵亡，但是我们发挥实力。我过去骚扰他。杀死。他要做大炮了，小心，快跑！哎呦，来啊，我有狙枪哦！快点，快点，他打不死。阿红绕到他后面，你绕过去，然后 Abby 你继续压制他。哦，杀掉了。Nice！ 我在想说，我的200发到底是我的子弹先打完，还是他先死掉？哦，干舒服啊！妈，谁敢过来？妈，射爆他！继续压制，继续压制他们。继续压制，右左边的。哎呦，好输很多。
要出去了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哦！啊！无人机去！要命！那个，嗯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什么都有大只的，什么游戏都有大只。金城，金城，金城，金城 ，AB 在那么前面，为什么 AB 那么前面 ？AB 在中央小。为什么 AP 那么前面？ AP 你为什么那么前面？记在脑中。把他引过来，我这边我就面对他了。把他引过来，我这边我有超级无敌机枪。Oh, call me baby。顶狗逼啊！我打死他的剪尾。我不要打死，真是啊。明就我把他打到重伤，明就我把他打死的，是我先打死的，明就是 AB 把他打死的，他根本没有跟他那只魔王，明就 AB， 明明 AB 就躺了，你骗我，你为什么会躺在那里？来，请你解释，请你现在写50个字的报告，转角遇到爱，太骚，乘以500，不可以，你要这样对圈哥说吗？加塞，你杀了他吧。杀了我吧！我开门喽。等一下啦，你在急三小，你在急，你在脑充。今天脑充的人换了哦。谢谢大家。这边有那个子子弹，高速子弹。吴斯德先生，东西又收完了吗？我是要拿那个胖胖的东西。看，我想把这把机枪，看，我想把这把机枪带走，他妈的！这个超酷的。哎、欸，小玉，哎、欸，小玉，你看，小玉，你看，这声音超爽，你看。我帮你拍一张，等一下。你继续开枪，就一直开枪。是我，对对对，是我。你就继续开枪。好，继续开枪啊！好奇怪的要求。继续射他，对。好，等一下，就是这样。等一下，继续射他。好好笑、哦。傻笑。好，结束，我操，太白痴！敌人难结束。There was a bright flash and then static. 先收刮再下去。哎，这边有东西哦。这游戏可以标记吗？没办法，好像没办法。哦，哦呦，不行，是要买更大的包包。没有，他要从技能升级。我也想去扩包包哦。技能包包升级要。包包，你要去捡那个箱子。就是你地图上有看到那个橘色圈圈小箱子，就是你们刚刚今天一开始跟我们打的时候，有捡到那个橘色小箱子，那个你们要自己去捡，或者是有空就可以去捡，如果地图上有的话，走吧，把我出去，这里下去喽。哎，这边不熟吗？哦，那是刚来的，对，我们刚刚从那边来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收集的。不斗。你们有在收集吗？这里。哎呦，爆炸！太 surprise 了吧？是谁？大家今天心情都很好，开开心心，开开心心动物园，开心心动物园。那我们这边超难找。之前有啊，之前店里面有三片人、啊，包莫名就消失。对，超奇怪。哎呦，我们一开就冲过来了，开门就遇到爱。他们也在打架是不是？
他们好像两个司机在打。哎呦，这只是怎样？对，这个看起来穿的比较专业的，然后是另一个。哎、欸，我被你们两个卡住了，借我过一下。我可以从前面走。好，我上去打，你们打下面。哎、欸，上面好像没有人。哎、欸。大只的，胖的，哎，当时是一个舒服啊。火力，他的火力不够压制我，是反而被我们压制。对。搜寻搜寻，搜刮搜刮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要关人、欸，是吗？这感觉就是那个档案室，关什么星星之类的吧？是吗？可是这边有死人呢、欸。那可能是人被星星打死之类的吧。又是星球崛起，这个对星球崛起。好，走吧。我们研究魔人普乌西瓜。马金布，马金布。有楼梯也可以。迪尔拉，迪尔拉。那、哎、你怎么要走掉了？有没有看到有楼梯？楼梯就从上面，没有，上面没东西。有很多人，来机枪扫射快！快些机枪，马上扫射！哇，他趴着，他趴着打。后面呢？后面好像有一只。哎呦！啊，中毒！这里有装备。哪里？我刚刚有捡到，就在那个房间里。哎呦！哇靠！这个门被你们打的蜂窝，真棒。绝对不是我打的，我多么和蔼可亲。又来吗？又来。陈坤，又是这招。刚进公司的我会相信。现在刚进的时候。和蔼可亲。哎，无法重生，请你们认真一点。好的。认真的。认真一点哦，干你叫他他在。他在讲我，叫我认真一点哦。对，阿红色不色？色，阿红色，超色，超级色，耶色。色你妹啊！给你搞去色了，干。小庸，小庸，你跟阿红往右边走，这个地方的右边。阿比，你跟我从左边。好的。你都上好了。那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对，你们就定位，我们就开始，或者是有人发现就开始。等一下，上面也有一个敌人哦。开始吗？好。
欸，但那个金色的。金色的是什么？这个很难打。我慢慢往前推。好。哎呦，跑过来了！赶过来！死掉了哈！阿红干他！哎，对，旁边旁边，这是怎样？要爬上来？我靠，他是金色的！快跑 ，Abby 快跑！哪里？快跑干嘛？你就在你旁边，他在你旁边。救命！啊！啊！啊！我在你旁边。好，我先补战甲，等一下。起来起来起来！哎干，杀起来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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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干，不要打啦！哎干，我怎么哪边都有敌人？我们右，因为你没看到圈圈是圆形的，表示我们现在在正中间。你右边，你听你听你听，你不要再跑了。你就躲起来，好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躲好，妈的，给我躲好，然后补血，按住右补血。哇哦，好了好了，我只是上找个安全地方补血而已。我刚刚一直全部一直在冲向一堆敌人，我一直在后面打那些要打死你的人，我打了至少三只。你看吧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们要团队。哎，我旁边。然后你又在脑冲，盾牌给我放下。阿红，你后面。哇，他们都是金色的耶，大脚。你都可以丢那个骨架。我不了，我不了，不了，这真正丢。干你，你还在爬？他不是很会爬，我不然你都会爬干。干你，你还换我躺？明白。怎么那么靠腰？但你老师哪有人从这边攻击的？打死了，这个是。哎，悠悠，我在你后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爬到红哥旁边。没事了哈。哎哎哎，好啊，哎。好，那。那你们继续压制他。来，你妈起来啦！致命出击！哦，你们刚刚在危险什么？你们刚刚超级危险的靠背。哦，没有，我跟小我跟小王已经，我们两个小用蛇命打王王已经死了哦。这里这里这里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来干掉两个金色的，看多屌！而且我们两个互相，我们两个互相互。真的没有，我阿红推倒我，我再把阿红推回去。你们在那边特难。